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nnah，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怎样弄薄荷鲜奶咖啡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有薄荷糖浆两汤匙、牛奶200毫升、冰粒大约一杯、2 shots 两个 shot 的 espresso， 以及适量的奶泡。如果没有咖啡机，可以用 French press 来制造奶泡，而 espresso 可以用即溶的浓缩咖啡粉代替。首先将冰粒放入个杯里面，然后将两汤匙的薄荷糖浆和200毫升的牛奶一起搅匀，跟住就可以倒落嗰个杯嗰度，倒到差唔多留翻少少位，我嚟倒 espresso 嘅。倒 espresso 嘅时候要慢慢倒入，咁就会分咗两层颜色出嚟噶啦。跟住就可以放上牛奶奶泡，咁咁简单嘅薄荷鲜奶咖啡，咁就完成噶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个影片，可以畀个 like 我或者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香港 Hannah 故事，多谢观看。